是女神，我和你一样真实，我并不复杂，我和你一样简单。人生如戏，戏里的人生高潮迭起，戏外的生活平凡如你。我不是名牌，可以不要包装，任何剧本都愿意尝试，所有挑战也愿意接受。我只想演活每个角色，只要追求完美。年轻时，戏剧展开了我的世界，演过各种角色，体验不同的人生。现在的我，除了热忱，还多了份淡定，眼前的视野也变得更加宽阔。有人喜欢我，有人说我拽，不管人家怎么说，我只是坚持不断学习。每部戏从零开始，我想72遍，戏剧给我变化的空间。